哎呀，哎呀，等一下，我把东西放下去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在家听话不？听话，听话。嗯，我给你买了棒棒糖，走，就吃棒棒糖。过大年喽，挂灯笼了。那俩得贴喜字嘛，得当娶媳妇了，这是。福字儿。啊，这个福字啊。啊。我看错，看岔劈了。嗯。好好看看哈。对，把它扫一扫，弄雨贴就行。把上面那个籽儿翘那个籽儿撕掉。你终于调的过了线了，这看挺好。嗯，真好吃，好吃。吃这个辣的了哈，刚做完手术还不上脑啊，就吃这些玩意儿吃的，我跟你说。他就喜欢吃辣的，垃圾食品。就垃圾嘛，这东西可有什么？可以可以营养。淋巴结有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啥都有事。嗯，别吃了。哎，对呀。就是。你不是我妈妈吗？嗯，那姥姥是你妈妈。嗯，我听你的话，你应该听你妈妈的话呀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哎呀，太棒了，说的。我妈妈的话，妈妈有。嗯，对呀。你是我妈妈，难道我不是你？难道我不听你的话吗？对呀，你要听我的话呀。对呀，那你怎么不听姥姥的话呢？我听她的，我就听。对呀。嗯。嗯，但是嘴管不了，管不了那嘴，不听妈。老想，还小孩多懂事。对，还不如个孩子听话呢。对。啊？还不听妈妈话？句句在理。难道我要把你嘴给缝上吗？那不是。赶紧吃饭吧，你俩。我饱了。懂事啊？我饱了。吃了两口就吃饱了。哪两口？吃好几口。对得起你这个体格吗？对得起你这个大体格子吗？我还大吗？嗯，我们今儿还都在我们家呢。我也有点。这样我就吃它呗，是不是啊？该你了。怎么还在这玩啊？你们三个玩的挺嗨呀。你下来，亮哥有点事儿跟你说。嗯，行，你别看我的牌，你再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好的。不准看牌。啊，知道了。嗯。咋了？还有什么活儿？还有什么活儿没干吗？啊？活基本上都干完了。嗯。你还玩啊？收拾好走了。上哪去？啊？上哪去？回家呀。回哪家？回你家啊。回我家干什么呀？我过来过年了，我回家干什么？过啥年呀？过年回家过。你回你家干嘛？跟俺爸跟俺丽姐说了，让我在这过年的呀。我今天过来就是过年的呀。过啥年呀？过完年才走啊。我们这儿有风俗，你不能在这儿过。走。啥？是啥呀？啥呀？那不能在这儿，就是不能在这儿。好，回你家过。你们那边过年能在别人家过吗？啊，你这个外人，你好意思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怎么脸皮这么厚呢？你等过完年家亲戚什么来，你怎么说呀？你尴不尴尬呀？就说我是你男朋友呗。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谁答应你了？那我都来了，我你等过完年再过来玩吧，过完年再过来玩。嗯，行，那我给干爸干妈说一声，我说我走了。不能跟他们说啊！不能跟他们说，不能跟他们说啊！你不用，你就说你有事要走就行了。阿兰姐叫你报年多的？没有，是我自己。你自己是只代表你自己的想法呀？对，不能在这儿，就是不能在这儿。不行，老家都有这个风俗，外人不能在人家家过年，多不好呀！像什么？我是干儿子。不行，干儿子也不行。干儿子过完年可以过来串门，嗯，但是不能在家里过年，哈。赶紧收拾走吧。我伴儿走不行吗？哎呀，傍晚走天都黑了，不好开车。现在趁着天亮，赶快走。哎，我现在走，我怎么说呀？我你怎么说？你就说你有事儿行了。我就说在这儿过。我给安兰姐他们给干妈说，我就说你给我撵走了。我说不让我在这过年。不行，我就这么说不行吗？不行。那你对你自己想走的。那我怎么给干妈说呀？我就说我不想在这过年，我得回家了。不行，不能这么说，随便找个理由。
然后出去买东西啊，或者是去加油，随便找个理由走了，回来再告诉他们就行了。如果你跟他们说的话，他们肯定不同意。是不是不是，你先走，你走了以后，然后再告诉干妈干妈就行了。现在不用说，随便找个理由，你先走就行了。我直接就走了。对，不用说，直接走就行，我同意的。那他回来不好，这样我给他们打个招呼，我就说我不用打招呼，不用打招呼，你直接开车走就行了。或者走到半道的时候，你再打电话告诉干妈一声就行了。等过完年再来出门都行。大过年的不能在人家家哈。行。你要告诉干妈干爸是我说让你走的，你等着，以后再见不到我。你俩怎么不打扑克呢？等你呢。等我呢？少一个。我你俩先玩吧，我一会儿再陪你们玩。我得去加油去，车没有油了，明天再加呗。啊？明天再加呗。明天就不那事了，怕不好。哎呀，没事。明天早上起来起家。哎，不用不用。不行。明天得。明天我还有事呢，我得去先去给他油加满，我到明天我都那儿了。啊，这附近哪有加油站？加油站呢？啊，真的就是一拐弯儿，邮政那儿，就邮政那边儿。里面啊，那就给车加点油去。加点油啊？嗯。不够吗？也不够，上哪去了？我寻思到时候要是等会儿串门走亲戚啥的，到时候再慢慢去加也不好。现在也不是也没啥事儿了吗？啊。去加点油去。去加。嗯。进别人一脚油门就到了。